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写的这个字是“中”。中，我把拼音写在这里 ：zhong。中，中其实有两个发音，我们既可以说“中”，也有可能读作“中”。今天我们学的是“中”这个发音。我在这里找到一幅图，你可以看到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一个人射了一个箭，射到哪里呢？射到了中心，中心。所以"中"的第一个意思是表示中心、中间啊，方向的 au milieu 啊 ，center， 中心、中间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写这个字的话，应该先写哪一笔呢？写中间这一笔吗？不对的，我们要先写左边的这个竖。因为中文是从左向右，从左向右写，最后一笔才是竖。好，我们开始写。竖，横折，横，竖，再来写一遍。竖，横折，横，竖。大家发现了吗？有一个笔画是一笔写成的，叫做横折。在上一节课，我们写的也是一笔的笔画，是横撇，横撇。今天是横折。很多人都问我，横折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我把这支笔折断，折断，折。所以你看，横折就像一根木头被折断了一样，横折。我们再来写一遍，竖，横折，横，竖，竖，横折，横，竖，竖，横折。横竖，现在由你来边写边说笔画。我这个写的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要擦掉，重新写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。哦，我忘了写今天的日期。今天是几月几号呢？今天是9月14日。昨天是9月13日，今天是9月14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